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豆点，看一下后面的夕阳好美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同盟古镇。整墙的爬山虎，好有特色的小巷子。这不是人扒的，就是这已经爬过了痕迹，我要爬了。像脚一样。这爬过去了。哇，痕迹。又来到了同盟古镇。300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紫米。跳脚杆。
本期的看人之旅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